欢迎收看萤火部落，来到绿野山林西边离这么近的营地。我们现在天幕还有睡帐都搭设完毕了，因为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，所以我们还是搭设一个天幕比较保险一点。我们来看看这四周的环境，这里水真的非常的近，但是我距离水面应该还有大概2公尺高的落差吧。现在在呼吸，可以看到水面上有鱼在跳跃，或者是鱼的反光。我们现在加入了米，水分量多一点，大概是米的1.5倍吧。中火烧到竹米水滚，火太大，有锅巴。今天要吃炭焦味的饭，把火转到最小。大概要再焖15分钟。我们去野营的时候呢，都要避免使用清洁剂，因为清洁剂会污染那个土地啊、水质啊，所以我们通常这样用四金当抹布去擦拭。擦拭完之后呢，四金一起带下山。两菜一汤，汤还没煮，汤等一下煮好了。两菜加一个锅巴饭，完成。蒸。
这一次去平林绿野山林半野营结束。这个营地不错，但是呢晚上重机声太吵了，重机声从半夜12点一直到6点，单鼓在里面回音了，所以晚上可能要戴耳塞。那这营地真的是离溪边非常近，而且它的溪非常干净，有很多鱼虾，甚至看到好几只香鱼。那如果说装备呢，这一次装备呢还是带太多了一点，两只登山杖当副营座其实没有必要，锅具呢可能可以精简一点，焚火台呢我下次可以考虑看有没有更精简的方式。所以我下次预计去绿野山里旁边的金瓜寮溪，那么下去野营。好，请各位期待我下次的影片，谢谢，拜拜。
们一定要走到尽头了。好，我们回去吧。